林晨现在面对打击的陈开发，球数是一好球，没有坏球。二垒上有一位跑者林建宏，外角球，看看这一次的一垒手判定，棒子及时刹车成功，这里一好一坏。这个球也有好球的一个空间啊。中队在这一局无人出局上一垒，然后下一棒拿着许耀渊做了一个成功的牺牲短打，机会做给了陈开发。陈开发这一棒又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打了香，打了香远。陈开发今年球季个人的第一支全垒打是一支两分打点的红浪，哇哦，这位打击的悍将，当比赛单场4-3。那看来呢，如果说要选单场最有价值球员的话，如果是熊队赢球啊，陈开发现在也凑上一脚，而且这个球哈、只有轻松的去拉到哈、距离就打了这么远哈、老将的这把宝刀还是没有生锈哈、尤其是今年擦得更亮。